来看一条新华社消息，今天上午，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浩故意杀人、强奸、组织卖淫、非法拘禁、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进行一审宣判，主犯李浩被判处死刑，其他从犯分别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和缓刑。法院审理查明，2009年的8月，被告人李浩为了控制妇女进行淫秽视频表演赚钱，在其购买的地下室挖掘地洞，先后将6名妇女骗来囚禁于地洞内。其间，李浩多次强奸与6人发生性关系。2010年的下半年的一天，被告人李浩指使胁迫段某某，并直接参与杀害一名被囚禁的妇女。2011年的6、7月份，李浩又指使3人杀害了另外一名被囚禁的妇女。